可以到我家来一趟吗？有事。顾医生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顾医生。哦，那个灯串坏了，你修一下。你挑的。怎么就不亮了呢？我还怕它坏，买了一个最高级的。林志孝，你好好检查，我先去一趟书房。如果一会儿你修好了，我就说嘛，缺了一节电池啊，怪不得不亮呢。还好我有备用电池。等一下啊。啊？好了，亮了。不过顾医生，这节电池怎么没了？我没有拿。你没有拿？那有谁来过你家吗？没事，反正我已经帮你修好了，以后记得检查这些最基本的问题。顾医生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嗯，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啊？那个。你帮我把地拖一下。我这鞋是家用的，特别的干净。可是你刚刚在外面踩过。顾医生，我墙都不服，就服你。我拖。拖干净一点，我一会儿过来检查。知道了。林志晓。